那为什么没人坐这里？可以坐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怕我哈？哼，怕也跑不掉了。嗯。哎，上次就是那个管仲啊，那个保叔也是保护管仲啊，专门拿多钱给他了。那个管仲那时的时候啊，全部把那个宰相的那个位置给那个管保叔牙，有没有？啊？记得吗？记得。然后那个我们认为那个保叔牙他会怎么接受这种情况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啊？怎样？很高兴啊！你有看到那个故事哈？哎呀，还好啦，不然人家就说我讲什么陌生的故事，啊 ？OK， 我们现在看他那个怎么反应啊？这个宝鼠牙他专门啊，他看人的很清楚哎，啊，他抓好好多个那个好的人给那个齐桓公哎，是不是啊？在那个叫什么您什么？有另外一个当农夫那个、啊，在路边被他抓到啊，叫宁氏不是宁？啊，哎呀，又是陌生的故事了，算了。啊，哎，有一个人他，我知道越南的名字啊，中国名字不晓得怎么翻译。他有一个那假装当农夫在路边嘛，然后那个毛鼠要过去啊，他又不拜啊，又。不让路啊，他在那边唱歌啊，然后宝叔牙就听他的声音啊，口气就知道他是才人啊，啊，赶快抓给那个他的国王，结果国王过来茫茫木木的，被他唱几首歌就不舒服，差一点惨啊，斩，把他头发搬到别地方去了，后来还好了，还好有那个什么齐鹏在旁边，哈。齐鹏在旁边，给他开悟一下，不然就麻烦了。嗯，那个，听这个，听这个不那个管仲啊，死的时候也没有把那个。台上的位置让给那个宝鼠牙的时候，我们就怕他们两个会不会是那个感情不好啊？啊，哎，我是刚吵架，我是两个赌博，然后管仲输了，所以他就想办法啊，不给他那个参朝政这样子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，事实上如果宝鼠牙他喜欢那种。那个公主的话他早就拿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宝叔牙那个人啊，他是从头到尾是就服务那个齐桓公的嘛，哎呀，后来也把那个管仲救回来，也是他啊，然后推荐宰相的位置给管仲，也是他啊，啊，其实那个时候齐桓公为了他功劳嘛，就想把宰相的位置已经拿给宝叔牙，宝叔牙说你别塞呀！嗨，你们记得哈？我们不是讲那种他们那个治国的事情啊。不过这个有关修行的风度啊，啊，我们可以从那边学习很多啊。所以顺便讲给你们听啊，像那个宝叔牙他，那个齐桓公给他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他说不行哦，我不行，啊，我可以做这个，不过我不能做那个最重大那种国家大事的责任啊，就有一个人比我更好的啊，就是推荐那个管仲嘛，管仲那个时候那个头快长到别地方去了，因为那个他们两个那个王子争位置的时候，他射中那个。齐桓公那个腰带啊，奇怪怎么有那么好的腰带呢？他这个是白发白中的，结果中这个没死哎，啊，这样就装死，然后跑回去当王这样子。也许那个管仲也是因为宝叔牙对他很好嘛，啊，而且他已经看到另外王子已经找回去了，他就想也想让啊，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射在那个救兵呢？
啊，他射在智慧岩就完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不用射在腰带那里啊，他那个人就白发白中的呢，他这个色彩是非常好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他就故意的嘛，啊，人家本来射就射上面，那射这个心脏那里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说射哪里都可以，射在那个那腰带那边干什么？哎，他也知道刚好那个腰带是有保护的能力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射那边，他也然后也没有去打听真正的那个石没有，就回去了。哎，这样是好像故意的，他们两个好像沟通很好，说等一下我回去你就当宰相，也许是这样吧，啊，啊，那个我们不知道啊，他们历史不记载，他们两个也保密不讲话。啊，嗯，然后后来就因为那个管仲这个罪嘛，国王不知道，本来要想把他头办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结果后来鲍叔牙说，哦，这个人是世界人才的，国家人才，不可能杀了，啊，连好几个国王也要抓他，如果不能抓就杀了嘛，本来就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后来就不杀了，杀不了了，因为鲍叔牙已经设得很好，给他那个保护得很清楚，嗯。所以后来就不杀了，然后也没办法抓到他，就送回去了，认为送回去送死了，结果不死了，而且当官，嗯，所以管仲那个时候是，接受很多那个鲍叔牙的恩典嘛。本来鲍叔牙如果他真的那种贪财物的人，他早就当官了。所以他们两个真的好好啊。那鲍叔牙其实他没有那么才能，不过他看人很准呐、啊。啊，看谁有才有德，那个人就是真的有才有德、啊，所以也许他总以前就看到那个是管仲多好了，哎，所以他什么都舍得给那个管仲啊，他不是为了要为这个人啊，而是保护他的家庭啊，他为了国家啊，他先着想啊，现在已经找到好的人了，找好饭了，所以什么都可以给他。为了当来可以用它治安天下，嗯，我们看那鲍叔牙那个越看越知道那个人很厉害啊，啊，所以管仲很厉害，鲍叔牙更厉害，啊，就是他们才华不一样而已，嘿，寡人如是哈啊。后来那管仲那个死的时候，不让那个宰相的位置给鲍叔牙了。啊，有两个他比较喜欢的，不过已经死了，啊，就推荐那个齐鹏嘛，啊，后来呢，有在那个齐王宫那个旁边有两个那个坏蛋，那个你们记得是名字吗？什么条方是三个啦，哈，一个是杀他的儿子，那个拿肉给那个国王吃了。一个是丢掉他的王位啊，在他小国啊来那个什么归顺那个齐王宫啊，另外一个是自己把自己变那个太监了、咔嚓割下了，哪一个割下那个我忘记了，哎，哪一个割下的名，哎，割下的名字啊，忘记他的什么名字，你们都记得吗？不管他哈，有三个坏蛋就对了，一个是阁下的，一个是那个杀自己的小孩的，然后一个是丢掉自己的王位，为了来那个归顺那个齐王宫嘛。哎，后来管仲在世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这个三个人是坏蛋的，不过他可以处理他们，所以没问题。就他死的时候，他叫那个齐王宫把那三个人丢掉，最好不要用他们，不然后果是很那个很惨啊。哎，结果那齐王公不听他，也以后也不听鲍叔牙，所以后来就被他们三个杀死了，嗯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讲错就要提醒一下，我不是中国人啊，我念这个故事有时候八岁的时候念的，有时候忘记了名字，乱七八糟的，懂不懂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到目前 OK 哈。OK， 以后我放录音带出来就好了。然后 OK， 就是因为要给一些比较小孩子还没读啊，然后一些没有读过这些故事啊，一点那个背景的概念啊，不然讲了中间拉出来一个故事啊，人家听不清楚。好，那
因为观众啊死的时候就不让毛主席当宰相嘛，这两个或是三个坏蛋啊就听了，当然他在国王旁边什么都听到了，然后就跑过去啊，偷偷跑过去毛主席那边啊，告诉毛主席说啊，这个观众啊他哒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哒，他对你不好啊，你对他这么好啊，就生意的时候给他多一半的那钱呢 啊然后你功劳那么多，你也让他当宰相啊，推荐他保护他，他去当兵的时候堂堂逃回家，你也没有讲什么，你没有把他关在厕所里面，然后现在他当宰相了，他死了他也舍不得那个位置给你啊，这个人啊很坏啊，哪有什么好朋友，他是骗你啊，他是假君子而已，他是世上对你背后都不好。嗯，然后那个毛主席就笑了，毛主席就说，哎，那个重负这样子做是对的啦，哎，如果让我这个缠腰啊除怪啊像你们这些人的话我就可以做了，不过叫我主理那个天下大事啊，我太直了做不到了，哎，如果重负啊让我当宰相的话，那你们这两个坏蛋啊能活得下去吗？还能在这里讲胡说八道吗？哦，他们两个就没面子了，哎，真的丢脸了，赶快就溜回去了。嗯，所以事实上啊，这两个人的感情啊一点点都没有啊，没有缺少什么地方，不是因为他们刚吵架或是读博书的什么的，哎，像我在阳明山的时候跟他们杀鸡，我输了我就把那盘都贴了，快输了就这个不算这个不算，输了就脾气不好呀，心情不好，每次快输我说我现在心情不舒服，等一下就煮饭就小了一样菜啊，啊，不给他们吃了，不是加多点盐巴什么的，哎呀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古人这个样子啊，那我看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自己本人啊，啊，有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？啊，有没有呢？你们在你们自己中心有没有找到这种人？没有找到啊。连自己也没办法，找自己也找不到了。哎呀，找自己当然找不到啊。我们自己不能看自己的好的点啊，像我这个样，我不知道我好在哪里。都是等近几天你们来告诉我，所以我每天一直等到近几天了。哎呀呀呀！好了好了啊，你们有空吗？那来就讲乱七八糟的给你们听啊，这样子才真正的算得出奇啊！哎呀，他们两个怎么那么好哈？啊，一个是不名不利的，一个是名得很清楚，利得很清楚，那两个合作的好好。啊，谁都不抢什么功劳，也不争什么位置，也不争什么那个面子啊，哪有这么好的人呢？奇怪，怎么在政治墙里面会有这么好的人呢？不一定他们有修行的哈，啊，大开悟的人哈，多大？啊，最少跟那个金海出马子那个一样。OK， 我听说那个苏妈子他也蛮开悟的，每个星期天大家都这样子跟我讲的。我们修行如果能够这样多好啊，嗯，哦，有时候真的我们要考虑自己的名利心哦，啊，但有时候当一点重要的人物啊、联络人员那些哈，你们就要跟怎么样？看自己的那一边啊，嗯嗯，像有时候我们找什么夫妇啊当联络人员啊，哎，啊本来夫妇做得很好了啊，太太很卖命的啊，后来我说太太不行了
啊，先生比较好，然后就突然间就先生没有空了，因为很忙，大概两个做的话就有空了，听到我懂。那太太被踢出去的话，就先生突然没有空了。平常两个人做的更忙啊，又没人照顾家庭啊，是不是啊？怎么突然间一个已经可以回家照顾家庭了，突然间就两个都忙了，两个做不忙，一个做就忙了。懂不懂我意思啊？啊，那要考虑一下哈。有时候师父不会讲啊，不过我们修行的人啊，自己都有反省的那种能力啊，哈，要有自己的那个修行里面那个灯啊，啊叫啊，任何角落啊，他会慢慢的叫得到，然后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。还有有的时候啊，不是说人家赞叹我们说我们做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，然后我们就认为我们好了。像有时候哈，啊，我知道有一对夫妇啊，啊先生去工作了，赚钱了，那个让太太有空啊，啊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当然他也有帮助我那个社会的工作，然后那帮助中心什么的，啊大家都赞叹那个太太说很了不起什么的，然后那个太太在外面呢做事的很好，哦谁要什么都帮忙啊，交往什么都很好，回家啊那饭也不足。哎，茶也不弄，啊，房子两三个月没动，这个是修行了的定力高强了，知道吗？骂风吹不动，对我们修行的不能动啊，是不是？不能动摇，属于这种那个世界的虚幻的，啊，虚幻的那种名利啊，我们要小心。听懂吗？哎，像这对夫妇啊，他先生工作每天很累啊，他回家还要自己扫地，还要擦地板，还要煮饭，还要那个什么整理那个冰箱烂掉的东西。哎，太不足啊，买很多东西放着，就发霉了。哦，地板很脏啊，他就没办法，每天练的话，他夫妻感情不好，那要自己弄啊。啊，弄了当然累了，忙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去中心帮忙呢？啊，然后当然都说，大家都说他不好，啊，去怎么烤火，他也不来，他忙在家拖地板呢、啊，等下还煮饭给自己吃啊，而且每天工作会很累啊，回家就想休息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回家又要做那个家事的话，如果你先生比较爱一点干净啊，他回去没办法，看那个房子这个样子，没办法受得了。啊，而且来这边师傅都训练过了，大家都要那个什么环保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们偶尔才就去帮忙啊，那个人民啊，做一点比较出众的卫生的工作啊。因为他比方说一个家庭做不了啊，是不是？他四周很脏啊，有时候观光客来太多了，然后他四周很脏啊，他一个人家庭这方面也没办法做得了啊。公务人员的钱很小啊，人小啊，做也做不了，所以我们也出去弄一弄，给他们环境干净一点，还有帮助社会，就像帮助自己一样。因为我们国家、啊、是我们的嘛，啊，我们要它干净漂亮的，那就叫佛摩萨嘛，啊，宝岛啊，啊，既然宝岛的话，就不能那么脏啊。所以我们保护它，就是为了像保护我们家一样，哎，给那个世界各国各地来一个好的印象。因为我们出去外面看那个像欧洲那些哈，啊，摩纳哥、瑞士什么德国，好漂亮，好干净啊。然后我们回家看得很脏啊，当然我们要整理嘛。哎，那个是应该知道整理外面的话，那我们家里更要整理啊。啊，何必讲什么两三个月不动，啊，头发都到处都是几个月没动。大概他水师傅啊，头发丢着，等一下有人剪去给同修啊。哎呀，都是我做不好的榜样是吗？啊，以后我把头发通通丢热市场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可以啊，把马上丢在厕所里面就没事了。不过因为有人喜欢剪嘛。哎呀，听说一根头发卖5万块。啊，那个是我出家头发的时候，这么短而已、啊。这么短的一根而已，5万块那个 NT 呀、啊，哎呀，大家都尽量卖了。
还有什么师傅给一个人一个扇子啊，当纪念、啊，他卖8000块美金卖给别的同修，因为他的小孩要上学，要上大学，哎呀蛮大哈，哎，就不是在这里，在墨西哥那里，墨西哥，啊，在墨西哥那里，哦，在墨西哥能卖8000块美金就了不起哦。那边很贫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有一些地方比我们台湾还要难过日子的哈。嗯，哎呀，不过台湾5万块 NT 一根头发就，他们就报告我说啊，这么便宜啊！我本来认为要卖的卖清楚。就卖那么便宜呢？啊，我说既然已经卖算了，啊，以后要卖的我贵一点了，啊，不要卖了，那个是五家嘛，嗯，我头发只有那个我的头发就能长多少而已啊，你懂不懂？卖一根就没有了，比方说这样子，以后再长也很难啊，是吗？它会长出来啊？什么时候？放在那里，然后又长更多出来。什么？就拿回去供养。真的啊？开玩笑，哪有这种？真的、啊？他说有人带师傅头发回去放着，他会长得好多。有吗？有这种吗？有啊有，我认为孙悟空啊才这样子。我头发怎么也会乱长这样呢？那个杨师姐。杨师姐啊？对对对。哦，他那个人是神奇太多了啦，故事很多。对呀、啊。真的有讲出来好几根哦，那太好了，他这那个利息也很，一根一根5万，然后他一直让他涨，你认为啊，他以后就变亿万富翁了？哎呀，买一根头发这么厉害啊！我会照顾，我会告诉我的侍者，那多剪得清楚一点。好了，比方说这样哈。我们有时候那个世界概念颠倒啊，我不是说讲你们什么坏事啊，就是你们自己都不懂谁挣得好谁挣得不好，我们这概念就不好了啊，听人家赞叹我们，我们认为我们了不起，然后还跟着啊认为我们先生不好，我是太太不好，事实上有一些人他自己默默牺牲了，听懂不懂？像有你的先生有时候他看你弱小啊什么啊，工作是太认真了累了，然后你一直抱怨啊头痛啊没时间啊啊，修行什么？他就说好了好了，你留在家了，我一个人撑就好了。啊，我们一起工作修行就够。既然这样子，不过不是说不煮饭啊，不是说家庭不管，然后就去管闲事啊。哦，那些人拜托不要来中心帮忙哈，我们不需要这种无聊的太太先生啊。告诉你们，你们家里不管的话，你们帮助这边多少啊？没功德啊。功德都是你的先生的，听懂吗？是他保养你啊，他保护你，你才有时间去亮啊啊，你才有时间给人家知道你是谁啊，然后你才能有时间做爱管那个隔壁的闲事啊，人家才知道你的名誉啊，然后又到处都宣传先生不好啊，又更糟糕啊，那个业障更慎重啊。不是说你先生不做那个什么事，那什么什么先那个什么中心的工作他就不好啊，他在家忙死了，啊，他回来就累了嘛，他整个礼拜工作的话，星期六星期天要休息的，有时候又赶工了，星期六也不能休息是吗？啊，星期天回来要整个房子都脏乱这个样子，冰箱都烂掉的东西，啊然后那个杯啊是什么碗啊，一摸都粘在那里。不能放，哎，比方说这样子，那你怎么活得下去呢？啊，然后就跟师傅抱怨说先生不好，不照顾你，不跟你去玩，不陪你去逛街，啊，逛街他逛腻了，每次去出去你就乱买东西，买了就放着也不用，你买一个好东西你可以一起用啊，可以换来换去用的很多。买很多东西乱七八糟了，然后就放着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时间呐、啊，还要拉先生去光哎，一个人光还不够，浪费一个人时间不够，两个，然后他久了就累了嘛，然后这样夫妻感情不好，然后是没什么事情也要离婚的，因为他受不了啊，
你懂我意思吗？受不了，我们修行的人要记得清楚我们的目标哈。啊，我说穿整齐、好看、干净，并非说要穿很贵的东西。我以前呢、啊，以前师父还结婚的时候哈、啊，既然我先生是医生啊，不过他也是普通的医生嘛，他很喜欢学习东西，所以他不会马上去开什么医院啊，然后赚钱这样子。哦，他说他不要，因为他还喜欢学习更好的，啊，变成更好的医生了。所以我们钱刚好够用啊，听懂不懂？我也知道这样，所以钱他每次都放那里一堆这样。他说你需要什么就拿出来用，他没有先试我任何东西。不过，因为他也知道我很懂得用钱，所以好信任，好信任啊。嗯，他知道我就给钱给那些那个什么孤儿院那些而已啊，不会花什么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穿衣服也很好，很漂亮，好看了。不过不是去买很贵的那种东西耶，有时候自己弄啊，买不回来弄。如果不行就去买，有很多店啊，那买很漂亮的东西，然后不会很贵。不是说买名贵的东西，这边写它的名牌，这样才真的就好看了。事实上你自己不好看了，赚什么也不好看。哎，我对不起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说你很好看了，然后你赚什么都没有关系。哎呀，乱讲，那个嘴巴奇怪啊，已经告诉他了，我今天出去说你不要乱吐出来，他还是乱讲。哎呀，我们美容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当然外面要整齐啊，相当好一点点就 OK 了。事实上这样，我已经答应你们，我会教你们怎么当太太，五分钟以内啊，听懂不懂？最漂亮的、啊、很好看的，马上就可以出去，连宴会也可以的。不过我再想一想，我从哪里开始呢？哎，不是从那张脸呐、啊，听懂吗？哎，最重要就是那种温暖的夫妻的感情啊，啊，互相那个了解啊，互相帮助啊，我互相那个保护哈，哎，不要一个出去就讲别的坏话，因为他不陪你去逛街，因为他不跟你去烤肉，哎，不是烤书，烤豆腐，嗯，就这样子。如果你先生名誉不好的话，你名誉好吗？啊？哎，不一定啊。是不是？也许人家赞叹你，在你面前赞叹说：“哦，你这么好的太太啊，你先生好坏。”哎，不过又怎么样呢？啊，你们两个还是要在一起啊。那后来先生越来越坏的话，那你还好吗？啊，任何人都不喜欢你先生的话，你会问自己：你为什么喜欢他？是不是？如果全世界不喜欢那个人，你为什么喜欢他呢？奇怪，你不是头壳拍给？哎。然后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们要小心哈，不是说啊、有空啊，然后去帮助中心啊，然后做这个做那个，就认为自己了不起啊，随时要检讨自己内心的、啊，我们是不是很诚信的、啊，啊，是不是不是为名利而做的啊？如果你看了、啊，你去哪里都做得很好，不是去我们中心做得很好，然后回家了，那个菜饭呢不煮啊，家庭房子不捡了、啊，那就都一定你是那种那个名利性的人了、啊。要很小心，很小心，要保护自己啊！我不在意你们怎么样的品质，你们自己是会越来越坏，因为被人家穷坏了，一是赞叹错，然后我们又来不及杀台啊，我们又爱面子啊，拉不下来，然后一是这样接受下去，然后更拼命做那个外面社会的，或是中心，或是什么朋友的，或是什么同修的工作，更忽略家庭，为了要越来得越多那个名望啊。啊，所以要小心，在世界正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讲不完了。随时我们要诚信就对了，我们要检讨自己。任何时候我们有一点概念，那个名誉啊，或是邪念啊，我们马上就要知道，因为等一下事情做不好了，等一下就会有障碍，等一下没有人骂你什么啊，他一定做不好，或是有什么不合意，等一下又很麻烦，因为那个无形的护法他知道啊。那我们不能怪谁 ，OK， 嗯，我休息一下了，可以拍手。
现在还能跟你们讲什么？刚才讲过那个美容的事情哈，顺便讲一下，因为哈，我们那个美容啊，有时候看一眼就觉得很漂亮啊，就看久以后就不好看，而且有时候又病啊，又什么啊，灾难啊什么，就那个美容很快啊，很快过去。而且我们有那个美容，如果不过我们心里面不欢喜啊，不热情的话，那先生或是太太看久也受不了啊，就闷闷不乐那种，懂不懂啊？半死半活那个、啊，哎呀，我是佛菩萨在世那样，苦瓜脸观音菩萨了啊！拜托啊，要检讨这个哈，哎，所以我们那个装好看的衣服啊，不是说打扮啊，或是装贵重的衣服，而装那个笑容那个脸呢、啊，装那种欢迎的气氛呢、啊，那个是最好的衣服，啊，你们装装看，啊。我自己有亲身体验哦，啊，比方说有一些人呢、啊，他长得不怎么样，啊，本来看也不会注意他。我是那个我的侍者很多嘛，有的时候这样，有一些好看呢、啊，有一些比较有女人呢、什么，女人缘呐、啊，有一些比较有男人缘呐、啊，啊什么缘跟我没有缘就没用，有时候长得很好看呢、啊，懂不懂？不过你跟他久你会累啊，因为你一次拉他上来，拉他笑，拉他开朗，拉他那个解放他自己那个里面那种不晓得是从哪里。生下来的愁闷啊，又拉不动了。也许今天可以拉他，我是那个时候，你每天讲笑话给他听，他会笑了。你不讲，他就他停了，好像没电一样。所以你一次拉一次拉会累。以这种情况来讲，我也知道你们在家那种夫妻的那种气氛啊，啊，有时候啊、哦，一个上一次嘛。我要请几个护法，请一个好看的护法上来吃饭啊！因为他们以前常常跟着师父很久啊，啊，现在也不是了，有没有跟呢？没有了，不一样了，脸了，啊，今脸孔不一样啊，没关系。然后这请他们上来吃饭，然后我就顺便问他，你现在有多少女朋友了？因为那个人长得，他认为他长得蛮不错啊，所以他以前呢有好多女孩子追他。我说现在多少个？他说只有一个啊。我说啊，这么乖啊。然后他我说他长得怎么样？会不会跟你一样好看？他说不会这么好看啊。我说哈，这样啊，你为什么喜欢他？我说谁追谁的？他说是他追那个女孩子，然后说这样子啊，那为什么不最漂亮一点？他说刚好啊，刚好这样的孤独的时候，然后碰巧，然后碰面，这样然后来来去去，这样习惯，这样然后就打下去了，不是打成一片。然后他好像他们跟我说，有另外一个师兄跟我说这样比较安全呐、啊，啊，像漂亮的女孩子或是好看的男孩子是比较。哈，怎么讲？啊，比较跟蝴蝶有关的啊。所以我说哪有嘛，像我这个样子的，很漂亮。我说我以前不会啊，以前像我跟先生结婚了以后，左右都不看呐、啊，哦，看任何男孩子都没兴趣啊。哪讲这样子啊？啊，然后我就跟他们分析说啊，漂亮的男女孩子不一定是那种蝴蝶的境界了哈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漂亮好看的，啊，特别如果有比较里面比较文的哈，他有道德的人呐、啊，我说他从小已经人家已经说他漂亮，赞叹他，催他，喜欢他的话，他就那个自信呢、啊、非常高了，所以他不缺少什么，就一天到晚去找人，去抓人，去追人，或是去那个什么帮人啊，因为他已经很里面他很满足了，他从小就被人家赞叹习惯了，他不一定承认那些是他好看。
很多我们认为好看的男女孩子，你们问他，他说他不认为他好看了，他认为那个才比较好看。哎，我自己亲身体验是这样的。那你们好多人都跟师父说我好看，我不会觉得我自己好看啊，有一点点。那坦白讲嘛，哎呀，说无界嘛，哎呀。意思说你们那么多人这样，我难道不能相信吗？那难道我说你们说谎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相信一点，没关系啊，放着没关系啊。然后我说那些有时候好看的男女孩子啊，他如果有道德的话，都不一定什么很花样呢、啊，很花绿什么啊，而且多数的很漂亮的或是好看的男孩子，人家不敢追的，他认为我不行了，他太好看了，或是他太漂亮了，他一定会有很多男朋友，他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，大家都这么认为，所以呢他没有。然后我说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就出去看外面了，多数的已经结过婚了，你看他们不怎么样啊，抓到的人啊，抓到一个人结婚了，他们都不怎么样了。反而那些好看漂亮的很难找到先生太太，比方说这样，因为大家都等啊，一个等一个，认为他一定有了，我说他一定有很多，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很挑剔，他一定会怎么样，太高雅了，没办法陪得上他，比方说这样子啊，我小的时候，哎，讲好玩了啊，事实的故事，不过不用上心没关系。那个我小的时候啊，真的很多男孩子那个喜欢呐、啊，谁都说啊，不过只有一个敢来要跟我做朋友的，而且他没讲什么，每天来了站着坐着，然后谈了两句话，然后就坐在那边了。我爸爸认为我们有什么关系、啊？我说没有啊，他来我不能赶他走啊，他就坐在那里啊。然后有一天呢、啊。我们认识很久了，听懂不懂？我就不是常常在家出去什么读书嘛，我才回来。每次我回来，他一定会知道啊，然后就过来过去这样啊啊 ，hang around 怎么样？啊，坐来啊，静静站站这样子啊啊，没讲什么。我也那个时候年轻嘛，也不懂那些男女的事情那么多了。不懂很多了，然后我也认为他是这样子而已啊，喜欢我，我不知道那么事情啊。再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很勇敢、啊，他都咳了很久了，咳了很久了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如果一个人他。我说你感冒是不是？我说你咳嗽完再讲好吗？你是这样子，我不懂你讲什么。然后来他就，然后他就，如果有一个男孩子他喜欢那个女孩子，他怎么告诉他呢？啊，他怎么让他怎么能够让那个女孩子知道呢？我就说简单啊，你告诉他。然后他就咳嗽了一阵子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他妈妈就来跟我妈妈讲说我们两个恋爱了。哎呀冤枉啊。然后我妈妈就骂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那么小，又恋爱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哪有什么东西？”她说：“那个男孩子啊，常常来我们家。”她说：“
他跟他妈妈说你们两个恋爱，他现在敢想跟你结婚了啊？我说真的啊，啊，我还没讲什么，妈妈说那个家哈、啊、不门当户对啊，你怎么会去爱那种男孩子？啊，我就闭嘴了，什么都不能讲了，已经不行了，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不过我真的没有那个爱那个人啊，我也不知道他跟我恋爱什么，真的不知道啊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那个时候我没告诉妈妈啊啊，其实我有跟他讲，不过他不相信我，因为他看那个每天来那个挂吊床在那里啊。我说我不懂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妈妈讨厌啊，讨厌那个家庭啊，说不门当户对，说他们家很坏，他男女都不很那个，很那正觉什么的，很庄严什么，我不喜欢啊。哦，对我很好啊，因为我本来也不怎么喜欢那个人啊，我不是讨厌他、啊，他没做什么坏啊，不过没什么事啊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当然别人看他每天挂在那里啊，当然就不感兴趣了。啊，然后那个人我又不喜欢了，然后我什么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比方说这样子，不过好多人一直排队什么，我爸爸骂死啊，每天都骂我，我没什么啊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骂我，啊，我不晓得他看什么地方啊。比方说这样子哈，比方说真的是有时候这样子啊，所以你们不要有时候看外表啊，就认为那个人会很多人醉啊，很多风流什么啊，很多人花样，不一定不一定啊。他有时候太漂亮啊，或是太庄严啊，然后人家不敢随便，哎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那种比较自卑感啊，啊，自己没有办法有自信那么多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去问呢、啊、很多那个好看的或是漂亮的人，他会认为自己好看或是漂亮，很小很小，除了那些比较那个娇慢性比较高啦。比较夸张那种个性啊，才觉得自己漂亮。事实上，多数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漂亮啊。啊，所以我跟他们讲，所以你看来就去看啊，那些能够抓到什么女朋友、男朋友是赶快结婚了，都不怎么好看的，因为那些人比较有技术啊，而且那个好看的都不。听到没有？没人敢追啊，所以他刚好追啊，就得到了，因为没有别人竞争啊。大家都认为他有很多了，所以没人敢跑进去，啊，所以那个比较不好看的男的或是女孩子，他是比较有技术嘛，哎呀，他很喜欢去抓一个人啊，因为他比较没有人追他，所以他就赶快去抓，安全感啊、自卑感等等，所以多数那个抓到了什么啊，有，所以你们看，有时候先生好看，太太不好看，不是太太很漂亮，先生很丑，嗯，就是这个缘故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在那边看那个外表，然后认为怎样啊，自己要判断的清楚啊，不一定漂亮的人是不好啊，不要冤枉他们，也不一定好看的男孩子是很风流的，也不要冤枉大家，嗯。我顺便讲了，就是不是那个外表是很重要的，哎，然后我们有时候认为自己不好看，不过我们这个个性很温柔啊，很那个欢迎人啊，啊，那个看到先生笑嘻嘻的，我是先生生气了之后，我就说啊，你为什么生气啊？啊，笑起来啊，啊，然后来跟他那个安慰一下啊，啊，抱抱一下就没有了。如果两个一起生气的话，哇，哇哇哇啊，上帝也挡不了。哎，我是太太生气的时候，先生也要笑容啊。啊，来那个安慰他，欢迎他，包括他问有什么事情啊，然后就这样讲话一下就笑气了，就没事了啊，不是说靠那张脸啊。所以本来要叫你们装怎么好看的，先生高兴，结果我看算了，我不晓得从哪里叫的，而且有时候那很难叫啊，啊，自然有啊，懂不懂啊？今天叫你这个颜色，明天都不一样，然后你都不懂怎么反应啊，所以。啊，我自己穿啊，好看一点，亮来亮去，大家看了、啊、能学什么就学什么嘛，看那么简单，不会学吗？啊，啊，而且我衣服现在也可以穿一样了，哎，也不能说啊，因为师傅穿那种特别的衣服，所以他才好看，好，哎，没人认为我好看的，然后。师傅他不让我们穿那种衣服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他一样，不是比他好看，啊，不是哈，不是哈，你们看师傅怎么做就做类似的就好看了嘛，
那这个照到什么时候啊？有时候这个颜色陪这个颜色好看了，那个黑的跟别的黑不一样，陪别的黑就不好看了，陪别的布料啊就不好看了。比方说这样哈，那照不完了，所以你们自己多打坐嘛，然后看看了，看我们家庭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不是靠那张脸而已啊，啊，即使不过也要靠哦，要靠那张脸哈啊，那个是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啊。啊，早上一大早起来，你是第一个脸他看到了，第一个脸孔了啊。如果脸得很恐怖的话，哈、啊，他整天在办公室会做白日噩梦啊。然后他晚上回来，最后一个脸他看就是你，然后你就邋遢的话，哇，他晚上更做噩梦啊。我们修行要有慈悲心啊。因为学不了啊，有时候真的学不了啊。像我有时候也不会打扮什么，我没学过什么。不过我看他们明星打扮啊什么，我看哪一个脸比较好看啊，啊，我就模仿他一点这样子，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啊。喜欢的话就这样模仿嘛，比方说这样，不过事实上也没模仿多少啊，啊，上师傅设计的衣服不跟他们不一样的、啊。当然不一样，我身材很小，然后有时候模仿不了啊。但是像我看那个爱奇艺艳后了以后，我喜欢他那张眼睛啊，那对眼睛我回去磨啊，一直磨，啊没办法磨就变这个样子，啊，他那个尾巴很长有没有？啊，然后我就像鱼尾巴一样有没有？我一直磨一磨就变哦变蚯蚓的尾巴。本来鱼的尾巴一磨来磨去就尾巴掉了，我是掉一边了，哎呀，所以算了，模仿不了了。所以你们尽量做嘛，啊，而且每一年不一样啊，啊，事实上是可以，就很好看，很清爽的，很快的，五分钟以内啊，打好扮啊，弄好头发，装好衣服的，真的五分钟而已。所以没什么借口在那边晾那么久了，除了你要画那个鱼尾巴像我那个样子，然后尾巴掉来掉去，哇，那个很困难的，最好不用啊。嗯，有空我还是会叫你们了、啊，真的有空我会啊。不过目前这很困难了、啊，近几天来一个小时叫不了了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在哪里开学校的啊？开办的啊？你们又忙的工作啊，我们又住那么偏僻的地方，啊，即使我要额外开一个班，你们怎么来呢？啊，会啊，哎呀，那几天，比方说星期五或是星期四哈、啊，我们开美容班哈、啊。不过这样子的话，那你们怎么来呢？很远呢、啊，啊，坐车子来了，谁工作呢？谁煮饭呢？先生煮饭哈哈啊，最好先生太太一起来的啊。这样子，如果太太不会画的话，先生自己画。哎呀，你那么爱看漂亮的脸，你画自己就跟每天可以看到啊。然后先生以后出去就武装什么。事实上啊，男孩子才应该要好看呢。多数是男孩子出去工作赚钱嘛，面对世界啊，啊。跟万物奋斗啊，所以是男孩子是本来是要打扮的、啊，你们要不要你先生打扮，我就叫他们喽、哦，啊，好啊，真的、啊，以后要进他要先把那个口红擦掉啊，OK， 我会想办法啊，那先生一起看就比较了解一点情况啊，或是他做不好在旁边提醒这样啊，事实上男孩子才是美派啊。哎，他们不用打扮了，我们就脆得要命。我们打扮那么多，买那么多红红绿绿的东西，有时候一个先生也跑掉，是吗？所以因为那边的关系啊，有时候我们太固执了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女孩子好固执啊，而且先生多数都怕太太，啊，所以怎么样也活得下去，然后就习惯了。太太一吼起来的话，哎呀，饭不用吃没关系，不用煮了，不用煮，啊。有一个那个怕太太的故事啊，有一个村嘛，全部那边的男孩子都怕太太的啊，
然后他们已经很受不了了，已经腻到这里了。有一天他们全部男众集合起来开一个会，然后就说弄一个那个不怕太太的会啊，然后发誓什么从今天不会再怕太太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就排那个香案出来啊，花果啊，什么拜神啊，求里面师傅帮忙啊，从今天决定勇敢了，不怕太太。他们那天有开会，有排香案出来，然后他们全部选起来一个主席啊 ，president 是不是？一个主席哈，这是他们认为是最可靠、最信任的、最勇敢的，比他们好多的。然后就，意思说怕太太比较小的，然后就当主席。那个主席就写起来那个拜章啊，啊，什么？是不是？拜章啊，念出来的那个。跟神念呢、啊哦、拜咒哈、哎、然后就写下来，然后就在那边跪在那边念啊，香什么都、哦、满满花满满的、哎、刚好没有念多少句，那有几个隔壁看到就回去报告他们的太太哦，他们全部都跑过来闹事了，然后那些先生赶快溜走了，躲起来跑掉了啊。半小时以后就大家就那个什么都海岸呐、啊，那个浪，浪静了啊，风浪就安静啊，风平浪静，然后就他们就摸摸偷偷跑回来看看啊，那个主席还跪在那边呢，哦，他们就好高兴啊，因为是排手术啊，我们真的选的不错了，选了一个对的那个主席。替我们那个保护我们呢、啊，啊，他是最勇敢的。那么闹这个样子，他还没跑掉，哦，我们还是对了，神保佑啊。然后就来想把他那个恭喜啊，什么握手什么，结果看他死在那里了，吓死了。所以多数因为我听说了，我不知道哈、啊，对不起那些男、大丈夫哈、啊。听说很多男孩子都怕太太嘛，也不是怕什么啦，怕闹事嘛，怕家庭不稳啊，所以什么都让太太啦。啊，我们女孩子比较弱弱，我们那几个啦，不是说全部哈，对不起哈，像我这个样子就比较弱弱啦，啊，所以他们都怕我，知道不知道？然后我们那个女孩子比较弱弱嘛，有时候月经来了心情不好啊，有时候小孩烦啊，那个心情也不好啊，有时候那个怀孕什么也心情不好，我们到处都有那个借口心情不好的，所以先生一直让嘛，然后让久就习惯了，然后我们就在家里当王习惯了，所以先生要求什么不会在意，不会放在那个什么注意力里面，不会改善，然后久了有先生一直让一直忍久就不喜欢了。然后有时候又变成那个家庭分离啊，那个时候我们要救也来不及了，而且我们习惯也很难改、啊。我看那个报纸，最近有一个人杀一个太太啊，因为他一直忘记放调味料在他的那个饭里菜里面了，他已经讲好久了，然后那天他答应弄一个好东西给他吃，太太答应了，他最喜欢的，结果他又忘记他那个诺言啊，又煮别的菜，然后又不放调味料，他常常这样，常常不放调味料，不晓忘记或是习惯了，或是不在意先生讲什么。那天那先生疯掉了，我把他拖在车子里面10公里，然后就死了，我绑在车里面拖走了，他不是故意杀太太的，他讲，他说他气都疯了，有时候小事情啊会破坏我们的婚姻啊。我不是说全部都这么暴力啊，不过这很讨厌啊。有时候他在工作累了，而是老板骂回去很烦啊，我回去吃一个饭呢也不能吃，冬天又冷了回去什么都不能吃的话，哎呀就会心情会不好、啊、也不会变这么暴力了。不过有时候我们那些小习惯啊固执的会给人家疯掉、啊、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修行的人要多细心啊，不是外表做得很好，外表功夫，然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赞叹我们，那我们在家庭里面什么都不做，
你们不要说师父以前也做很多社会工作什么，我做不过我家庭的，还非常干净的。我先生回去还是有热的饭菜吃的，不可能那个忽略他，因为他是很重要啊，不然娶他干什么？哎，嫁给他干什么？我们本分是要做了，不管他重要不重要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当太太是应该这样子啊，何况有一个好的先生，那、啊、要保，怎么保护我们的那个家庭的那个温暖啊？为了我们自己啊，为了先生啊，为了小孩子，而、啊、不等的时间已经很急了哈、啊，已经什么都不能救了，师父也没办法，你跟我讲也没有用，我只能说你赶快把它弥补回来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也许你先生已经心已经冷掉了，不是他有别人了，啊，更好、更温暖、更照顾他、更喜欢他、更欢迎他，对他更热情的爱他，就没办法了。你这怎么样拜托也没有用，他心跑别地方去了，你抓他身体回来也没有用。那个时候就有那张那个什么婚姻那个结婚那张纸啊，哎呀，不能靠那个，太薄了。那张好小、哦、你靠他没用啊，是不是？而且你也不喜欢这样抓一个身体而已啊，是吗？两个都不好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们出去工作替谁帮忙什么，或是替中心帮忙的话，就有空才做的。那个家庭要照顾好，听懂不懂？如果家庭已经没有时间照顾，哎，没关系，就是 OK 了，不行了，哎，那退呀、啊！啊，比方说你当联络人员哈、啊，或是常常帮助中心哈、啊，现在先生抱怨，太太抱怨啊，你也真的认为是时间不够，你就说不行了，我现在先照顾家庭，我们都会很了解，而不喜欢那种出去当外表功夫啊，然后其实不能帮助中心多少啊，要把我们的名誉又更弄破坏而已啊，啊，大家都看的时候就这样子嘛，他不照顾他家庭啊。那为了那个什么那个的团体啊，一天到晚就不在家、啊、那这样子对我们团体有什么好处呢？懂我意思吗？那我哪一个先生太太敢来谁呢？说一来就不回了，一去就不回头了，找不到人了啊。好，就这样子了，不多说了，给你们去吃饭啊，谢谢了。哎，我们今天讲什么了？啊，都是啊，最高级的化妆术哈、啊。哎，对，应该把自己那个笑容和欢迎、温暖的气氛带在身上，24小时。这样子的话，不管你先生多好看，他会喜欢你一个人而已；不管你太太多漂亮，他就爱你一个人而已。因为那个才永恒哎。那久了以后就看不到脸了，特别晚上暗暗的看不到，多数都白天工作，晚上才见面了，是不是？你点一个蜡烛而已啊，哎，然后你那个痘痘看不到，比方说这样啊，你那张黑的脸呢、啊、也不看不到的，因为晚上都黑啊。比方说这样，所以不要靠那个外面的美容啊，不要认为自己漂亮，然后生娇慢性出来，然后那自己习惯难改，先生太太要求什么都要注意。因为他一讲两三次的话，以后他不再讲了，他不再讲，并非他忘记，不是他已经接受你那种固执的品质啊，就是他吞下去了，然后久了以后，他心情不好，他身体更不好，因为一时闷呢、啊，一时闷在里面的话会生病呢、啊，你懂吗？你不喜欢你先生太太生病吗？啊？会生病啊！如果一个人一直忍啊，那不该忍的地方啊，小事情一直忍一直忍耐，会生病啊，会是长癌症在肚子里面。对，我是胃会吐水啊，一直闷一直气啊，然后没办法消哈、啊，就会生病啊。生病那个时候你更痛苦啊，你要照顾他、啊，了解我意思啊？所以真的要疼爱自己的话，就要疼爱别人哦。啊，疼爱自己家人就是疼爱自己、啊，免了很多麻烦。以后，啊，等一下他跑掉更麻烦了，了解吗？那来不及照顾哦。OK 啦。
当妈妈习惯，每个星期天那么啰嗦，能听多少就听了啊，哪一个不喜欢就丢了。去吃饭啊。大家好哈、啊，好，好，嗯，你好，嗯，新的衣服，师父好。
吗？Beautiful. Awesome. Hi.